来看看现在什么时间呢？2015年11月30号，是这个月月底了。2015年11月30号的晚上，快要8:50哦 ，PM 8:50 approaching。OK， 好，我们现在看哪边？小宋今天晚上呢，要到一个崭新的网站。之前的三四位给你所有都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经过这个网站，我们去造访这个网站。好，往那边去看看。好，是所谓的，是 American Antiquity， 是美国考古学杂志。啊，之前好像有 Archaeology 的网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是 Antiquity 哟，是啊，那个字，看各位看到这个字，画面上这个字啊 ，American Antiquity，Antique 大家比较熟悉，古董吧。Antiquity 呢，基本上是个集合名词。那反正古董就不太对劲了，古董好像是玩家的玩赏把玩的东西，这东西呢就是泛称了、哦、古代的东西啊，古代留下来的东西，文物之类的吧。是 Archaeology 就不太一样 ，Archaeology 是考古学。OK， 那基本上这个网站就是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还是美国考古学会啊。这个网站是我们第一次，小宋第一次带你们造访。我看看这写什么是、这个网站我记得好像讲的是旧大陆世界的文明，他没有讲到新大陆，因为分工越来越精细嘛，说旧大陆基本上，新大陆就是美洲大陆的，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就是它 focus 的焦点呢，是它主题焦点不包含新大陆上面的这种，虽然它是美国考古学协会啊。好像就是专门针对欧洲、亚洲的旧大陆的，看看，好，这边有写了，是啊，我看一看哦，是 October 10月份的，是它可是季刊呢，是四个月一次的，啊，不是三个月一次，三乘四是12个月嘛，是三个月一次的季刊呢，是啊，好，那2015年，然后那么新，好，我们就看看 October OK 吗？它可能有些做一些设限，因为那么新的是刊物呢，它不可能马上同时在线上就出现了、啊，它可能有些保留。那好，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看一月份 OK 吗？好，2015年80卷的就是 Number One 一月份的 January OK 进去是可以进去啊，是美国考古学会的美国古文物杂期刊呢、啊，这个学刊现实是啊，这写是什么？是我要看一些标题 ，OK， articles 文章的部分，这是什么 ？Multi-scal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ardware。哦，这是指那个西班牙前西班牙起晚期的前西班牙起是什么东西 ？Southwest 就是 pre-Hispanic， 如果看到最后这一个字。最上面那蓝色的字，最后的是 pre-Hispanic。Hispanic， 如果各位知道一些美国一些国内的状况的话，知道 Hispanic 所谓的西班牙裔吧，是 Hispanic 西班牙裔的，就是拉丁裔的美国人呢，是那个大量的涌进那个加州，那个在加州竞选的时候变得很热门的议题，很多竞选者都是用这个东西当这个主题在发挥，因为。西班牙移民呢，基本上是应该是拉丁美洲裔的移民，就华人基本上是美国境内非常大两大一个是外来族群呢、啊，是吧？Hispanic 就是呢 ，OK，Spanish 是基本上是西班牙 ，Spanish 西班牙，那 Hispanic 基本上还是拉丁字拉丁化的字眼，那 pre-Hispanic 呢，我们看哦，好，那我们看看小周有感觉，我们进去看看，就是 Lives of Painted balls and incense， 是啊，这边又讲到这个 Pueblo 的那印第安人呢、啊，是啊，这是是亚利桑那东部跟中部的是 Pueblo 印第安人，这早期的是古代的Pueblo 印第安人在哪里？好，这个字很有趣哦。The lives of painted balls 还是 ball 是那个是波碗碗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碗状物，是吃饭能用的碗嘛，饭碗的碗。那这个地方就特别一个东西，小宋还记得、啊，如果没有错的话 ，painted bowl 就是指彩绘的碗，就是一个陶器吧。这个东西啊，在考古学上好像是指一个专门时期的古代一个专门时期印第安古文明的一种
文化特征呢、啊，它基本上翻成painted bowls， 就是彩碗、彩色的饭碗一样的器皿，那基本上是那个文化的一个代称呢、啊，是吧？好，过去。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ing 就是 DeSoto's route from 是啊，这边那我好搞错，他还是有讲到的新大陆、美洲大陆，哦不是，是啊、，OK， 但是 American Antiquity 不是那个 American Archaeology， 如果 American Archaeology 基本是锁定在那个旧大陆，但是这个是 American Antiquity 啊，是不一样的。考古学跟人类学是东南边的哪里？是 Rhodanus， 16世纪的啊。是，我看一看啊，地理分布的状况，看看过去。史前呢是 Earthwork Construction， 是。哦，是长中国哎。Yangtze Basin 是扬子江下游，扬子江下游盆地啊，中国的扬子江下游是长江啊。讲到 labor cost 是劳工的成本，就是史前呢是土瓮，是不是？不是，是土壤公式，是就讲土壤公式是那个建筑物啊。比如说，到也许看进去哈、哦。下面是 how animals create human history， 那动物呢如何创造人类的历史？动物跟人类互动非常重要。有机会小宋以后讲那个动物的驯化问题。所以 domestication 是驯化动物，在刚开始当然最早的话是犬类跟人类互动，驯化是变成家犬嘛。那后来慢慢的马匹啊，也慢慢就马匹变成驯化动物，基本上中亚现在文献证据出现是在中亚的中亚的部分，中亚那个区域是马匹第一次出现在人类的文献上面，是慢慢追溯。那你不可能从 DNA 看到它跟人类的互动状况嘛，是吧、啊？然后马匹、牛就很重要了，是吧、啊？羊、牛、羊、马这边很基本，犬类最早吧，是啊。Relational Ecology and Desert Polar Bear， 是啊，讲的是北极熊啊，是啊。Dorset 不是 Dorset， 是。Dorset 就 Dorset 哪里呀、啊？北欧吗？不晓得，我看看进去是。过去。Early Art in North America 是，北美洲的早期的艺术。哦 ，Clovis 好，我讲一个东西，这 Clovis。会看到这 America 后面那个字 CL 开头 Clovis 这个东西啊，我小宋好像很久以前讲过，但是惊鸿一瞥稍微提到一点，就 Clovis 这个地方就是美洲啊，就是新大陆北美南美最古老的原民留下的石器遗迹啊，在 Clovis 这个地方 CLOVS 好像北美洲美国境内吧，那他发现的大概是到12000至少11000年前左右，也就是是西伯利亚的是黄色人种，就是蒙古利亚人种，从那个经过那个白令海峡上面那个叫做冰桥吧，那是冰河时代的时候，经过冰桥到达了是阿拉斯加吧，再往南一直到达美洲的南美洲，是说最底部的南美洲，那叫做火地岛，就是火地岛，是啊，那最南边的地方就是最早。进来的那最北边就慢慢往上嘛，是吧、啊？就慢慢往上，越往上的话就越接近现在。那 Clovis 那个断代的结果是用是同位素断代结果，好像是大概是11000到13000年间左右吧。就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是从亚洲经过白令冰桥，从西伯利亚来到阿拉斯加，再一直往下到达那南美洲的南边呢。是那 Clovis 那个是我记得那个是他几年前5-6年前有那个水石一些鲜明的一些石器打造的一些石器形态，那有挖掘到一些遗迹了，是吧？有经过同位素断代吧？来拍六印第安市场，他是说古印第安部落是 OK incised OK incised artifacts from the Gulf。德州哦，那有可能是德州吗？德克萨斯州是有可能是德州的，是好过去。Inferred age and origin of the lithic by points from the eastern seaboard their reference 是更新统的时候，你看是北美洲是民就是居民的是是啊是人民的状况，是原住民的状况，古老原住民什么意思？
基本上还跟石器有关系，它是从就推测到的年代，啊，跟推测到一个缘起。Seaboard 过去是北美的是也是古印第安的部落啊，是 Iron Bone Needles， 是有关于古针的问题，就是用骨头啊，动物的骨头所磨制成的针呢，啊，就是要裁缝嘛。好，我讲一下，小松那边再补充一下。那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呢，其实不是大脑的状况，大脑是还是其次，最主要是我们手掌打开来那个拇指球的下面那个那么大的圆球，那基本上是最关键的也是演化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像我们的堂兄弟里面的黑猩猩就没有完全没有这种状态。我们看看搜到一切东西，人的一切都就是我们双手制造出来，黑猩猩完全没有。其实基因96%到98%相似性，那我他们完全没有。那么看那么多不同的器具啊，不同的用品，就是我们的就是精细植物，就是精细植物。那黑猩只能做粗植物，我们用那种细植物，我们能够穿针引线，就有拜那个我们的拇指肌肉球所赐，可以 oppose 就是相对性的。不，你拔一根头发，如果不用拇指的话，你怎么拔起来？那用拇指的话，哇，一拔的非常用力，非常有力了。那叫拇指球菇，那叫精细植物。黑猩猩完全没有精细植物，只有粗植物，所以他们不能制造，没有能力制造那么精细的工具。OK， 讲到要过去 ，remote sensor 是遥感，是遥控感应。咱们去是 Montview 是哪里哈？过去 ，interior carbonization patterns as evidence of ritual drink 是什么东西？就是宗教典礼仪式当中的是饮料是不是？哦，是饮料的问题啊，是。我看一看 ，incessive， 好过去。是 ，scale of fat processing intensity， 是讲了很多是生产的状态，是南部爱达荷州 Baker Cave 一个意思是贝克岩洞过去。Bone service modifications。是对骨头的表面的是处理，就是表面的处理有什么作用啊？是啊，是美国的，是古代的东西。我看看，是美洲啊。OK， 好，我们看看这个字，上面算了第二行，后面那个是 the case of the Royal Deer Vicariano。a Royal 你看那 A 开头 ，A 后面有两个 R，a Royal 是好像是。干涸的山谷吧，是以前干涸的河谷，这是好像是那个西班牙单字，是西班牙字 ，royal， 是那后面的 del vizalo 没问题，是西班牙，是拉丁语的语言啊，是啊，就是干涸的河谷，是不是？就是干燥过的河流原先有河道嘛，冲刷成河道，那河流干了之后呢，是形成一个干燥的山谷一样的东西，是吧？好，有机会我们进去看，我们是大概做个整理了 ，OK 啊 ？Recessment redlining pictures， 好，我们讲的 pictographs，pictos 就是所谓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那早期所有的文字系统都是象形文字，慢慢演变出来的。Lining pictos 是线形一样，就像呈线条状的，就是象形文字。哦，我就讲一个东西，我在几十年就看到一些。是美洲吧？那几篇文章讲专门 focus 在南美洲的印第安古原民，因为就是那个我们早期先民有所岩画，还没有用到是竹帛啊，或者是别的材料当做书写工具啊，那比较画的岩壁上面，就岩洞上面或者岩石上面，那这个东西类似那个东西，我们当时看的那个是石头一样的那个是就在石头上面雕一些画一样的东西，留几万年了吧？是 pictograph 是那个图像文字。我讲一个，像中国那史前时代有所谓这种岩画，那岩画有另外一个字叫做什么？pictograph 是 OK， 不管。那就中国的岩画部分不只是在南方，南方也有，北方也有。那比较知名的像那个是宁夏，是不是那个河套那个地方叫做阴山嘛，有没有阴山，就阴阳的阴山，那基本上宁夏河套附近，前套后套的附近，黄河往那边流的附近，就是沙漠边缘，那现在的话中共叫做内蒙古吧，是不是？
哦，大概就是阴山的地方，贺兰山、阴山都有发现这种是岩石先民中国古代先民画到那个岩石上面的一些雕刻图文。好，过去，然后没有讲，然后是纠正。我们看说刚刚看了那么多东西，看哪有是，好，我们就看这个东西好，最后一个，看 ，A commonness assessment in the Pecos Canyonlands 哦，德州的德克萨，我们看看这篇 commons 这篇好了，我进去看看德州的这个东西。德州的那个是大峡谷台地，是不是？我们进来了，是啊，是速度有点慢了，好，可以。PCO 这个字很有意思 ，PCO 是不是？好。2013年，最近发表了一个是假设，就是理论假设，是在这个刊物里面叫 American Antiquity， 我们现在看的都网络刊物里面，就是红色线是线形一样的红色的这个岩画是很特别，Pecos River Star， 它这种风格就是。毕科河的这个文化图样啊，是啊，我都欧式不是的。下面是西班牙文的是吧、我看看他在讲些什么。Based on this lake, diagnostic is related to pickles. But each 是讲到一些断代的状况，是不是？是啊，讲那些时间点的问题，断代的状况，断代是。好，断就是砍断的断代很重要，就是有相对断代，有绝对断代。那像可以，我讲一个像断代状况的话，我之前呢几十年前所接触到的，那基本上有所谓花粉断代，用花粉是基本上是无所不在的。有所谓的是树轮断代，那就是年轮嘛，树的年轮，那很基本的。那甚至还有就是更先进的砾石黄衣断代，那基本是用仙苔类植物、苔藓类植物叫砾石黄衣断代。那早期的话呢，像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这碳十四断代，那基本上只能追溯到六万年以上，那恐龙绝对是超过六万年，那就用那个不同的isotope， 就是所谓的叫做什么同位素断代。那好，那断代的话就是所谓半衰期的状况 half decline 啊。那讲一个比较久的，就是30亿年的才衰变的，那就是钾氩法吧。是钾就是那个是 potassium 嘛，那元素钾。氩呢就是那个氦氖氩氪氙氡的氩，阿根。那钾氩法断代可以追溯三十亿年哦。是那还有很多了，那断代很多。那技术越来越精进了，那实验室的那个只有一日千里，也没有到一日千里，那就是那实验室呢物理学的是成绩啊，这提交给的考古学界应用，就是也非常先进哦。我随便再讲一个，像那个我上次讲到宝石，红宝石就是那个苏美人那个是雕像的红宝石，那利用那个是这是什么？那就是什么绕射技术，忘记了什么。一个人，那位也是也获得一个诺贝尔，早期化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拉姆雷斯，我什么绕射技术忘记很多字眼，那好忘记了 ，OK， 好过去了，好，我们这一段的讲到这边 OK 吗？已经很久了 ，OK， 过去讲到这边，我讲到这边，是啊，跑哪里去了？跑这边。